我们这个机会，我们会代理，我们是高雄市健康美容技能协会，在推广是在养生还有那个身心灵层面，我们有一个律动的能量，启动新的能量。如果说有一些公司行号有需要，在不管是我们的呼吸上或是在身心灵层面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有一种在做公益的活动的带动，一个启动新的能量的一个活动哈。因为跟同济社的人员也是上次我们有去阳明国中带的一个活动，那也经过他们的认识才有这个，今天才有这个机缘。我们也带了我们里面的一些工作团队，还有我们有从事在身心美容这个行业的一些美容师人参与，所以这一次的活动非常谢谢各位，也非常谢谢我们里面的一些工作团队能有这个机会来让我们服务，感恩，谢谢。